一桩桩久攻不破的案件，一个行踪诡异的嫌疑人，走的道路都不是咱们正常人不会选择的道路。狡猾的嫌疑人如何露出破绽？警方抽丝剥茧，展开正邪较量。证据什么的收集全了，做好这个林口龙把他定罪的准备。斗智一线正在播出。这是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镇安分局的民警在对一起案件进行侦查时拍摄的画面。为了搜集犯罪证据，民警选择了一些制高点对嫌疑人进行远端监控。比如说周围的比较高的山梁，还有一些正在施工建设这个工地，基本就选择这样不引人注意的制高点。如果人在那个三层高楼上看，因为下面就很清晰，能看到他的行走的轨迹。选了好几个点，最后拿着望远镜，之前那个无人机都想上去了，但是无人机有点后期有点怕暴露了。因为他这个人，我们观察他那个反侦查意识特别强，走到哪就四周看。由于嫌疑人十分狡猾，常规的侦查手段难以奏效。民警针对嫌疑人的作案特点，想到了高空远端监控的办法。这冬天工地基本都停工，你想坐他这个吊牌上去，上不去，你就得步行。有时一天这个27、28层楼，一天上去两趟。究竟是什么样的嫌疑人，让民警选择了这样的侦查方式呢？这还得从发生在丹东市的一系列砸车盗窃案件说起。2018年9月1日，一男子报案称自己的轿车玻璃被砸，被盗财物3000余元。重点上没有视频监控，但是我们通过周边的视频监控进行围堵，发现在这个时间段这样一个驾驶摩托车人从里面出现了，在案前进入案发后出来这个人有作案嫌疑。间隔几天就会发一个案子，间隔的时间长短不一定，咱们都是这个案发现场周边查看监控录像，发现每次发案的时候都能看见这个一个骑着摩托车戴着头盔戴着手套这个人出现在附近，然后怀疑他的可能性比较大。通过串并案件，民警发现自2016年以来，在丹东市发生了50余起作案手法相似的案件。通过什么分析的呢？一个是他这个头盔，就是每次发肯定是都戴头盔，无论是冬天夏天。然后吧，咱们视频有拍的清晰一点的画面能看见头盔里边还戴着一个墨镜。我正常人的话就没有这种装扮嘛，所以说他的可能性比较大，专门选择这个市区周边那些偏僻的农村地区作案，他从来不在市区内作案。虽然嫌疑人作案次数很多，但案发现场全都没有监控探头，甚至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也很少捕捉到嫌疑人的身影，这显然不是一个巧合。监控多的地方他基本上是不去的，就是咱们通过监控最开始看见他的看见他的画面寥寥无几，他很有意识地躲避监控，就是只要有监控的地方肯定是不走的。但是吧，因为咱们城区主要的出入卡口都有监控，就是他实在躲不开了才能走。民警随即调取了大量监控视频，查找嫌疑人的下落。视频监控这个消失和出入点这个人就应该是在这片活动。那么咱们就是根据咱们的侦查方式，从着装找人，从摩托车找人，因为他这个着装他有他的着装特点摩托车有他摩托车的特点，咱们发现这摩托车了，那么就可以顺着摩托车把人找到，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最后一点线索没有。通过对案发现场周边监控视频的分析，民警还是发现了嫌疑人的一些作案特点。这个人呢，虽然他有时候摩托车有变化，
换摩托车，头盔啊有时候也变，那么衣服也着装也有变的情况，但是从他这个骑行摩托车这个姿态这个轨迹啊都特别可疑。而且这几个人我们经过就是视频追踪发现，他进入到案发现场之前和离开之后走的道路都不是咱们正常人就会选择的道路，都是选择一些特别难走啊特别偏僻啊兜圈呢，钻这样路。咱们掌握这个人骑摩托车吧，他这个反侦察意识强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骑摩托车往前走的时候，如果后边他发现有这个车辆在他后边走的话，他就会把摩托车停下来，等你车过去以后了他再走，他就是防止别人跟着他。案件一时无法打开突破口，专案组民警及时调整了侦查思路。他一个人一个摩托车，他不可能凭空就消失就没了，那我们就及时的调整侦查策略和根据摩托车在重点区找人，调整为根据嫌疑人的这个行走路线行动轨迹啊来顺线追踪。民警采用反向思维，既然嫌疑人躲着监控走，那么侦查员就到没有监控的路段去调查。他想找没有视频监控的这个路径也要花费心思，也要下挺大功夫。那么他找到这条，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找到这条路以后，他不会轻易改变，因为在他在开辟其他路径他也很难，他习惯走的这么几条路线啊，咱们在这些地方就是加点布控，对嫌疑人经常出现的路段加强布控后，案件终于出现了转机。队里边的人都知道这个案子，对嫌疑人都有这个大概的印象，就是是谁咱不知道，长啥样不知道，但是骑那个摩托戴那个头盔都有印象吗？咱们有一个同事啊在这个马路上看见有一个人像他骑着摩托车戴着头盔，最终发现他是在这儿出现也在这儿消失的，那么其实他并不在这儿落脚。通过这个咱们把嫌疑人为什么在这个落脚点，在这个就是出发点和消失点啊排不出他来，访不出他来，查不出他来，这个谜底给揭晓了。民警分析，嫌疑人外出踩点或作案后会找地方藏匿作案工具，这个出发点和消失点只是他藏匿作案工具的一个地点。那么嫌疑人呢他作案回来以后到他消失点以后，他选择这个废弃的房屋或空旷地带比较隐秘的地方把他驾驶的摩托车给藏匿起来，选址都是这个山附近要有这个带动钱的区域，就是说这个居民都已经搬走了，完了房子没拆，只不过说没人居住了，方便他藏摩托车和这个藏衣服，而且也方便他这个躲避这个监控录像嘛，一般动迁区域监控录像都很少。嫌疑人反侦查能力极强，如何对他进行追踪成为民警面前的一道难题。分析过后，专案组决定在嫌疑人频繁出现的区域进行高空远端监控。他最后消失的区域我们就选择制高点秘密观察，一点点一点点啊就把他这个行踪轨迹就全部摸清了。经过半个月的高空监控，民警终于弄清了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规律。骑摩托车出去作案，回来的时候呢，把摩托车藏好，把衣服换下来，衣服藏好，然后再穿正常衣服回家。就从他藏匿摩托车的地方步行走山路，再到另一片区域，把他这个作案的这个衣服头盔、鞋、手套，所有作案工具，再在一个比较隐秘的位置藏匿起来，变成他日常生活的着装，离开这片区域，
离开区以后再搭乘公交车啊返回到他实际真正居住这片区域周边，然后再在一些小区啊楼群啊转来转去，也是为了躲避这实名监控，最后回到他自己真正的住处。持续的监控发现，嫌疑人每次作案都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躲避警方的侦查。他摩托车是随机停的，他觉得停哪块方便他就停哪块，没有固定的停的地方。摩托车肯定是藏，而且他这个家离他藏匿这个摩托车和衣服的地点呢很远很远。他家是在咱们这个市中心步行街的附近居住，然后他有的时候会坐公交车，有的时候会打车到他这个藏摩托车藏衣服这个地点去，但是吧他不会直接到那个地点附近，会到地点附近大约3-4公里以外的地方下车，然后走很远很远。每当嫌疑人伺机作案时，他就会变得十分警觉，就日常行走都是几步一回头，跟谁擦肩而过啊，疑心特别重，他就感觉这人有没有可能是警察来盯我的，他就要回头观察。尤其在作案过程当中，他换上作案着装，骑上摩托车以后，特别警觉。啊，有时候咱们通过侦查过程发现，很正常，后面一台车从他身后经过，他就要停下来，等这车过去以后。观察一下是不是跟他的，他再继续行进。对于警方来说，掌握嫌疑人的作案规律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找到作案工具，锁定嫌疑人。由于咱们远端看，你贴近不了，无法贴近。他藏匿点有时候你看他放在这个区域了，一个人藏东西100个人难找，而且这些区域都是一些。环境特别复杂的，你像一些拆迁楼啊，老旧这个平房区啊，本身杂物也特别多，找车好找，衣服呢，这衣服摩托头盔他随手往哪个空档里塞你就很难找。嫌疑人通过变换交通方式和衣着来扰乱侦查视线，但行踪暴露后，民警顺藤摸瓜还是找到了他的居住地。他住在市中心，那么他这几个藏匿作案衣服和作案摩托车地点，最近的点离他家步行也得1个小时，那么再远一点的乘坐公交车半个小时，再加上步行还得40分钟。他换上生活当中的着装的时候啊，他的警惕性就稍微下来点了，也不是有意的躲避监控了，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要回家了，他就坐公交车什么的回到室内，监控摄像头就比较清晰了嘛，然后咱们就是看见他有一个监控里边拍到他的正脸了。通过秘密的走访摸排，警方最终将38岁的男子李某锁定为案件的嫌疑人。查看的身份信息就是这个犯罪嫌犯特别多，然后这个有吸毒、抢劫、嫖娼、盗窃这些嫌犯都有，而且个人简历吧，大多数的时间呢都是在这个监狱和看守所当中度过的。有的时候判个3年5年的，有的时候拘留个10天8天的，反正经常都是跟这个公安机关打交道。面对这样一个嫌疑人，警方需要搜集更多的证据，把他证据什么的搜集全了，做好这个零口供给他定罪的准备。2019年2月20日。丹东市再次发生砸车盗窃案件，专案组民警完整地搜集到嫌疑人李某作案后藏匿摩托车并变换着装的证据，
并通过视频追踪还原了嫌疑人的作案线路，把他所有的这个行动的轨迹，还有案发现场的这个监控录像什么的全固定上了，做好证据了，然后就是准备以这个案子作为突破口，对他实施抓捕然后审讯。是他最后一次停摩托车的地方停在那个公墓后面的一个山上，上那个山咱们步行大约也得10分钟。而且这一次作案后，嫌疑人将作案时佩戴的头盔和穿着的衣服带回了住处，当他再出门作案时就是最好的抓捕时机。他感觉他最危险的时候就是要接近他这个藏匿作案工具和作案摩托车以及作案的过程，那么他最松懈最松懈就是从家出来一直到第一个阶段，那期间他的防卫心理是最松懈的。把手拿开，老实点，别过来，我是老实，来，手拿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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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现场就是把他的口袋打开了，他因为拿了一个黑色的大口袋嘛，打开了以后里边是一件衣服、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一个墨色头盔，就是跟我们视频里看到的他作案时衣服是一模一样。和民警预计的一样，嫌疑人李某到案后仍然以为自己的设计天衣无缝，拒不交代案情。他应该就在他这个不断的违法犯罪当中，不断的被打去处理当中，他也是总结自己这次为什么被发现了，这次为什么被抓到了，他也不断的总结这个他自己这个被抓获被查获这个经验。嫌疑人在得知民警掌握了他大量的作案细节后也变得心服口服。警方调查发现，李某共作案50余起，因涉嫌盗窃罪，李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他巧舌如簧，让人信以为真；他甜言蜜语，让人深陷其中。各种理由都讲的就是特别特别的逼真。当谎言被戳穿，当感情被利用，撒一个谎就得用100个谎去圆。以爱之名，一线正在播出。这是辽宁省丹东市的一个店铺内的监控拍摄下的画面。谈起画面中这名身着警服的男子，刘女士是一肚子怒气，而他们之间曾一度亲如一家。他说：“爷，我叫你叫爷不得劲儿，叫妈吧。”我说：“你别叫妈，叫妈我还不得劲儿。”但以后就这么称呼了。嗯。2016年，这名自称冷秋雨的男子突然闯进刘女士一家的生活，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略显荒诞的故事。现在这是我家孩子，我家姑娘处对象。找到我的电话了，完就给我打电话，这个说我是你姑娘的朋友。我说你说我姑娘朋友不要紧，但是说，我不赞成我姑娘处对象，因为她现在是学习时间，学习的时候。2016年，刘女士的女儿还是一名初3的学生，即将面临中考。对于突然出现的冷秋雨，刘女士非常反感，但冷秋雨并没有偷偷摸摸的与刘女士的女儿谈恋爱，反而主动接触刘女士。从2016年的时候就告诉我他是警察，告诉我他就是刑警。我就说他，我说你这刑警，我说你多大年龄？2016年的时候他才18。啊，我说你多大你就当刑警？那我15岁我就当刑警了。我说你15岁就当刑警，你刑警又，我说警察不对那个。公安要你吗？啊，俺爸那个找人，还这样告诉我。冷秋雨的身份引起了刘女士的怀疑，同时也引起了她的好奇。
脑头脑一热就相信他，也怀疑过，也质问过他，他就是用各种理由都给你讲的，就是特别特别的逼真。就在刘女士将信将疑的时候，冷秋雨却突然消失了。2016年认识完以后不长时间，他秋冬天的时候吧，他不就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完2018年5月份出现了。近2年的时间里，冷秋雨毫无音讯，直到2018年。冷秋雨再次主动联系刘女士，因为消失2年嘛，自然就不怎么联系她，不想不起来这个人了。我说这谁呀，给我打电话。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谁，我说啊，我说你怎么出现了？那2年哪去了？他就说啊，今天说话不方便，那可是刚回来，啊，今天说话不方便，我等你回来我再跟你详细说。冷秋雨再次主动找上门来，要继续和刘女士的女儿谈恋爱。更让刘女士母女质疑的是，近2年的时间里，冷秋雨为何会突然消失呢？就说是醒醒以后，他就，然后，一点点，他就说啊，这2年戴维派我去卧底去了。冷秋雨说，他去执行秘密任务。在辽宁省本溪市的一所监狱做卧底，而且为了执行任务，他还有2个名字。我还说，我说你为什么2个名呢？他说，这个工作需要，为了保护我们。诸多的疑点加上自己的女儿年龄还小，刘女士非常反对冷秋雨与女儿谈恋爱，但却无法阻止自己的女儿在与冷秋雨的关系中越陷越深。关键是我这面就是我想打不着，打不开，毕竟孩子那面不听我的，他先把孩子把我姑娘给弄老实了，孩子不听我的。冷秋雨与刘女士的女儿接触频繁，也逐渐与刘女士熟络起来，甚至称呼也从阿姨变成了妈妈。经常都能穿警服到我们那店里去，反正是就是每次到我店里去吧，就是坐不到半个小时，就火烧火燎来个电话就屁颠就跑，火车愣就跑了，告诉哎，你又来事了，又来案子了。一来二去，刘女士的同事和朋友也对这个年轻人越来越熟悉，可会说了，骂谁见谁什么，原骂了，毕业了，小嘴可甜了。可会讲了，就给我这帮身边这些朋友啊，就哄的啊，就觉得这小孩特别特别好。2019年，刘女士的女儿就要参加高考，而她的学习成绩却不尽如人意。我姑娘不是学特长，学那个画画，学美术，学画画嘛，想走艺术口嘛。她就说，姨呀，你看这样行不行？让她学特长，我这面就是。意思说你看我这边部队有个口也来会儿给让他上部队呗，当兵呗。我说他当兵也不行，我姑娘眼睛不好，我说当兵也不行啊，没事我给你找人，就这样一点点。我说找人我花钱，我开始我还说花钱我肯定不干，一开始说不花钱，后人告诉我妈妈，告诉我说妈你那个什么给我拿10000块钱，我这边那个需要打点人。此后为了女儿上大学的事儿，刘女士先后给了冷秋雨近18万元。她会动不动就考虑，就说你看你要不拿这钱马上就办妥了，这个事儿就差这一步了，你这钱要不到位的话，你这事儿是不是办假了。除了帮女朋友上学，冷秋雨对刘女士家里的大事小情也都处处上心，而刘女士也对冷秋雨越来越信任。我的姊妹大，她已经都退休了，她说我哎，你是不是也好退休了？我说我还咋的了，我还得好几年呢。她说
那自己还得自己交保险吗？我说那怎么办？我说在现在单位也不上班了，那不就得自己交吗？他就在旁边听到了，说：“哎妈，你还没退休，还得办保交保险吗？”我说：“对呀。”那个，哦，我给你找人问，不行，咱提前退了。因为办退休的事情，冷秋雨又向刘女士陆陆续续要走50000元。虽然有时也会心生疑窦，但看到冷秋雨和自己的女儿相处得很好，刘女士又放下心来。孩子现在本身在青春期叛逆期比较重，你要说大了，可能是做出的反应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你过激烈，所以说就有些事儿吧，也不能跟他俩硬碰硬的来。有些事儿你要是说不让他经历吧，他可觉得咱对他那个管得太严。就在冷秋雨答应帮刘女士办理各种事情的同时，辽宁省丹东市的王先生也在等待着冷秋雨承诺他的事情。由于冷秋雨和女友经常光顾王先生的小店，王先生结识了冷秋雨。我一种打了他一下，就是闹着玩打了他一下。他说你敢袭警，我就问他，我说袭警你干啥的？他说那个我刑警。就是这么引出来的。与王先生结识之后，冷秋雨就时不时地讲起自己的经历。他说他立过功，救过跳楼的同学，然后学习成绩也好，就是市局长特招的。此外，冷秋雨还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王先生认识。见过一个，他管他叫大海，然后说这大海是精神大队的，大队长。接触一段时间后，王先生觉得冷秋雨很有能力，也想让他帮忙办事。2年前，王先生曾被骗30多万元，种种原因没有拿到赔偿款。提起来以后，他就在那面说：“你等我给你问问吧。”我打电话，就是打了好长时间电话，然后问这个问那个，问完以后说这个事儿能办，问完以后，然后他就说，但是需要，就是打点打点。我说那只要能办，打点打点就很，我就可以，也可以。之后，冷秋雨说方方面面需要打点，跟王先生要走40000余元。陆陆续续拿了41000吧。41000告这事儿就彻底完事儿了，等着我这面就等那面好消息就行了，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解决了。然后就在这期间就发现有点不对劲，他就后面就开始跟我借钱。正当王先生对冷秋雨产生怀疑的时候，他又无意间得知了另一个消息。有一天他那个对象给我发个微信，说那个问我干什么呢，然后就问了我一嘴，赵去找你了吗？然后那个我就说赵是谁？他说那你认识冷秋雨吗？我说冷秋雨不是你对象吗？一个人竟然有两个名字，究竟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这让王先生再也无法信任冷秋雨。思考之后，他决定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先是核实这个事情是否是属实的，调取了这个被害人的这个银行流水，还有他那个店里的部分监控，并且他这个被害人呢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嫌疑人穿警服去他店里的这个照片，我们看到这个警号和这个外貌形象啊，就在网上就是没查到他这个警察的身份。根据王先生提供的视频和照片，民警确定冷秋雨应该是穿着假警服冒充警察。警服上没有什么破绽，只不过呢他这个警号啊跟咱们那个警号那个排序啊规则不太一样。民警调查发现冷秋雨真实姓名为赵某，有诈骗前科。我让这个被害人去这个赵某住的这个房子啊去敲门，嫌疑人呢就从里面把门开开了。这时候我们那个
民警啊，就进去将这个嫌疑人抓获了。嫌疑人赵某被抓获时，刘女士的女儿就在现场。看到民警给嫌疑人赵某戴上手铐，刘女士的女儿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警服啊是从网上购买的，都是成套的。在现场啊，我们在他家里搜查出一个这个警官证的证件套。民警调查发现，嫌疑人赵某的朋友于某也冒充警察，自称是经侦大队大队长，多次与赵某一同行骗。2019年2月27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又找了一个帮手，找了一个助手啊，去协助他。当他感觉自己骗不下去啊，感觉自己要被拆穿的时候啊，他会找他这个助手，跟他一起穿警服出现在被害人面前啊，让这个被害人呢更加的确信他就是警察。刘女士随后也向公安机关报案，民警告诉她，2016年10月17日，赵某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嫌疑人于某当时也是赵某的同案犯。同案犯主要就是给他圆谎，把这个虚构的事实给圆正，让这个被害人信以为真，他俩都是警察身份。被害人都有一个特点，他都是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就是家里啊，包括生活上有一些着急的事儿，然后就是正好赶这个巧，然后他慢慢走进这种嫌疑人那个被害人的心里，让他们越来越相信。刘女士这才明白，赵某所说的在本溪卧底执行任务，其实是在监狱里服刑。不信任他，我怕他对我姑娘那个不利。出于一个保护孩子的心理吧。口才方面应该不错，然后再一个他能抓住当事人的心理。据嫌疑人赵某交代，他与刘女士的女儿结识后感情升温很快，刘女士的女儿也越来越依赖他。他在有些事他非常听我。我是在2016年，我们是处于在一个什么状态认识的，就是处于在他和他父母完全沟通不进去的情况下，阻拦没有用，他们就怕姑娘有问题。刘女士的女儿对嫌疑人赵某可以说是百依百顺，赵某就起了行骗的念头。他就是想让我好好点，能有点伤心，能留在他身边。我一直对他都挺好的，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肯上进点，我去和我爸妈说，我爸妈同不同意那是他们的事，处对象的人是我跟你，跟任何人不发生关系，只要你能好就行。他跟他女儿处对象嘛，处朋友，然后刚开始他母亲特别不同意，就后来就演变成了以后就是这个嫌疑人就是说了一句话，他被害人就是这个小女孩，她母亲就是特别顺从，这个观念转变太大，反差太大。民警调查发现，赵某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学校毕业后一直处于无业的状态。这形象很光辉，直发的，尤其是这身衣服，谁穿谁好看，就是有事的时候我才穿，就是我需要那好吗？那时候需要穿。就是我去行骗的过程当中，我才会去穿这制服。我谎都已经撒过去了，撒一个谎就得用100个谎去圆。我也想跟他讲，可是每当话到嘴边的时候，我就说不进去了。处于比较难过的时候吧，我寻思在尽量不去揭他这个伤疤。事儿已经出了，再去揭他这个伤疤，他只会越来越难受，越疼。我就寻思让他能早点就是忘记这个事儿，忘记他是最好的。那他以后就是看人能准，不要被那个花言巧语骗了那种。民警调查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还涉嫌实施了另外2起诈骗案件。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招摇撞骗罪、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